日前，岳云鹏通过微博和大家分享了一则趣事儿：扎针灸，医生说不许笑。岳云鹏分享了自己人中被针扎的大头自拍照，整个人看起来委委屈屈的，一脸的无奈，画风既让人头皮发麻，也莫名搞笑。不少网友留言称：“好家伙，你是怎么忍住不笑的？哈哈哈！你脸上怎么长了针？但是我好想笑啊！”针灸其实是一项很好的养生方式，它能调节身体，让人感到放松。娱乐圈里也有很多明星热爱针灸，针灸可以疏通经络，促进人的身体健康。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针灸。作为经常进行高强度工作的明星，就更需要放松自己。但岳云鹏针灸的时候居然是在人中，真的是好有喜感。所以扎人中是可以治好什么呢？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呢？欢迎留言讨论哦。